一番街真多可以玩的东西啊。哦，哦，抱歉抱歉，中华料理小当家这边，哎，真的，也是看到这边有在发光。哎，我又拿到了一堆钥匙。但是今天都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支线任务，欸，有点可惜。哎，你是特殊姓氏吗？宫内长岛关。哎。欸，你要乖，揍死你！欸，太多人要过来打架了吧？我以为他们在讨论什么，结果居然是敌人。还想说过去凑个热闹。吃个饭补个血。这边最近的餐厅韩来。哦，我肚子痛了。这里又有奇怪的店了，等一下来去看一下。肚子痛就没办法跑路了。烧肉韩来，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赶快赶快，我肚子快饿死了。哦，我要吃石锅拌饭。呀，我看不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超想看他们吃什么。但每次都只能看得到他们的背影。MEB。哦。你好，过来这街上的夜生活问我就对了，我会介绍各式各样的店哦。请告诉我室内的事。Shine， 日文是念室内。我乱讲的。位于粉红大街中央的公关俱乐部，不过那一带也有不少敲竹杠的店。推荐是丽娜。哦，不用了，我想先知道情报。那另外一家店呢？这是什么 ？Jewel， 是这样念吗？出了这间情报馆后，请沿着七福。啊哈，
结衣，大家的老婆结衣吗？好，麻烦了，我们来去看一下吧。就是这里了，结衣真的是一位好女孩，祝你和她玩得开心。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哇，8400块。啊、哦，哇、哦，好贵哦。确定要在本店消费吗？好吧，进去玩一下吧。反正我钱都是跟困困拿来的。哎，我想指名啊，我想指名。是因为我第一次来，所以他不给我指名吗？哎，结衣，结衣。有了结衣，是那个大家的老婆结衣吗？这是我的名片。哦，名片很可爱啊，可以请教客人你的大名吗？我是童生木马，童生先生啊，请你多多指教。何頼みます？要点什么呢？嗯，在这边喝东西应该就不会被下药了吧？我们来一个，哇，这1000块再就跳到30000块。嗯，没有钱，所以给我柳橙汁就好了。那我要这个，好的。哇，这是增加好感度的意思吗？这样也可以拿到经验值。当然可以啊，有橙汁啊。いただきます。哎，又增加好感度了。天，这篇游戏到底可以玩多少类型的游戏啊？太超值了吧！キリュウさん、今日はお仕事だったの？你今天吗？现在无职。お仕事を辞めちゃったの？我注意了，我只是待业中，是任期满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说我在待业中吧。被开除已经10年了。啊，那个，ごめん。啊，被开除10年了，还跑来这种店喝酒。まあでもそれなりに貯金があればさ、別に無理して働かなくてもいいと思うのよね。好会说话。働かない方が絶対楽しいもん。そうだ。这也是不一定哦。有些工作很有趣啊。でもそれじゃ、キリュウさんとなら安心してお酒飲めるかも。你不怕我付不了钱吗？为什么？だって働いてなかったら高いお酒じゃんじゃん入れたりしないでしょ。お金のこと気にせずにまったり楽しめそう。所以我才点柳橙汁。对呀。それはそうだけど、その分面倒なことも多いのよね。何？喝酒醉吗？つまり高いお酒を頼む人は、その分見返りも要求してくるというか。哦，原来如此。アフターくらいならまだしも。その先とか。是那种来我店里买东西，就说啊，我买那么多都不会算我便宜一点的那个那种欧巴桑，类似那样子的感觉吧。そういうことあっても、笑顔でさらっと交わして、もっと高いお酒注文させることがいるけど、よく心が痛まないなって思う。でも。その気にさせておいて、後で断ると面倒なことになっちゃいそうじゃない？也是哈。だから私は初めからいくら貢いでもお客さんには絶対惚れませんっていうことにしてるの。哦，你真是诚实。でしょ？でしょ？そういう風に営業仕掛けてるキャバ嬢の方も悪いんだけどね。
杰伊还真的是个好女孩哦。私はそういうことしてまで自分の順位上げたいとは思わないのよね。それじゃ。どうぞどうぞ。やっぱり楽しくお酒が飲めるのが一番よね。え、我才来一次、好感度就提升超高的。找话题，哇，还可以送礼物啊！哇，还可以约下班后出游，这可能好感度要很高才有办法哦。送礼物看看吧。送礼物的话，我刚才是不是有被人家送一个什么手表啊？银手链的，这个。可是杰伊他会喜欢人家突然送他那么贵的东西吗？可是我们先送个银手链，还是先来送个娃娃好了。我们先送一个娃娃给他。我记得我有一个粉红色的什么东西，应该是咪咪吧。哎，他不喜欢咪咪。最近ね、何か習い事始めようかなって思ってるの。嗯，你讨厌猴子吗？他の子を見てて思ったんだけど、やっぱり昼の仕事を持ってる子の方がお客さんとの会話が弾む気がするの。哦，所以你想工作吗？その点、私はお水の経験しかないから、お客さんに聞いた知識くらいしかなくて、そんなに話広がらないんだよね。你要问我工作的事吗？不要吧。对呀，对呀。そうなのよ。それで。習い事なら自分のペースで進められるし、途中でやめても誰にも迷惑かからないかなって。なるほど。对啊，你要学什么呢？それは悩んでるんだよね。いざ調べてみるとたくさんあって、何かおすすめあったら教えて。格闘术、舞蹈教室、烹饪课。是我的话，舞蹈应该很好玩吧。打个康贝之类的，有氧拳击。結構ありかも。ダンスやってる友達ってみんなスタイルいいんだよね。对呀、啊、对呀、啊。一石二鸟。そうだね。あ、でもお客さんとの話のネタにはあまりならないかな。对呀、啊。でも。一般的男生好像不太会去跳舞。加点，好，我们再加点，加点。我们吃个健康的，哇，水果盘这么贵啊！我们吃个简单的蔬菜棒就好吧。哎，原来这边都是吃的，不是只有饮料。炸意大利面，哦，还是点个蔬菜棒吧。他呢？嗨。哦，他又开心了。妹がね、整形する。哎，他好多话题哦，不愧是当公关的。怎么了？怎么整坏了吗？おいおい。やだ、キリュウさん。なんか勘違いしてない？整形って言ってもプチ整形よ。まぶたを一重から二重にするとか、そんな程度。没办法，童生被关十年了。1993年的时候，应该还不流行微整形吧？もっとすごい子になると。ほっぺたとか顎を削ったりするみたいだけど、さすがにそこまではしないから。化脓的时代比起来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会伤脑筋呢？あ、そうそう。それでね、そのことをした親が激怒しちゃって、整形なんて絶対ダメって。はは。
あんたからもやめるように言いなさいって私まで巻き込まれちゃって。你去整形就好，父母是正确的，这是你妹妹的自由。当然是选正方啊，这是你妹妹的自由，都已经老大不小了，对呀、啊，都成年了。さすが桐生さん、話がわかる。なんか整形って言葉に過敏すぎる気がするのよね。別に少しくらいしてたっていいじゃない。像打耳洞跟刺青一样嘛、啊，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哎。欸、我才刚讲完就马上打我脸、啊、可是日本刺青的意思跟其他国家又不太一样啊。啊私もタトゥーはさすがにダメって言うかも。对，確か温泉やプールも行けなくなるっていうし。刺青就很难去泡温泉还是游泳池跟浅汤，因为在日本刺青通常都是黑道才会做的事。え、なんか言った？哦，没有没有没有。哦，时间到了吗？耶、yeah. ，OK， 原来还有时间呢，可惜时间内我没有，哇，一万多块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时间内没有把他的那个好感度提高到最满，下次再会啦。我很中意你，下次开始就指名你吧。噔噔，哎、欸、，F F F， 天哪！这样要升到 A 上面的等级，要多久啊？要花好多钱在他身上，我的天哪、啊！不要再来啦！我已经跟你们打很多架了。又是这一辆车。这个城市的置物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真的要置物的人就会发现都没办法用。这是什么？打击练习中心。哦吼！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好，我想看，我想看。球棒，棒球衬衫。哦，哦，钢铁护腿。高级强身饮料居然无限强身饮料，这是什么？哦吼，那我们来玩看看吧。放弃，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简单是这个吧 ，easy。Play ball。かっ飛ばしてやるぜ。哇，好难哦。就是用类比遥感。哎呦，我被骗了。哎，这个好晃哦！天哪，来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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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run。等我习惯，就每一球都打得到了。哇，曲球好可怕，感觉好像要打到我了。
来来来来来，啊，就突然变快，来不及反应。没了吗？还有。这样打回去到萤幕，那萤幕没有被砸坏吗？又是曲球，这个投手很爱投曲球，直球。啊，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每一个小游戏都很好玩，怎么会这样呢？啊！可是我看不懂这个要打到什么时候。三球量，所以一次可以玩20，对，20球。来再来。啊，阶级西，只得了一包面纸，好可怜哦。好，我再找时间来这边好好玩一下。有人可以对话吗？还是捡钥匙之类的？果然有。哇，这边大型机台都没有人在玩。黑呀、啊。誰の許可取って俺らの視界に入ってきてんだよ。お、有事事件。なん。你看什么看？看起来又是一样的对话，直接跳过。邪魔だ。再看。快把值钱都交出来，我要送给杰伊的。白金盘啊！白金盘杰伊会喜欢吗？